如果您的腰围过粗，小心健康风险找上门。每一年大概有190多万的民众40岁以上参加成人预防保健，大概有45% 的人是有腰围过粗的状况，有60%的人是有代谢症候群。国人对代谢症候群的了解跟概念有超过一半以上，但是真正落实测量腰围。 甚至把它记录下来的比例，其实还有需要大家努力的地方。根据国民健康署统计，将近60%成人没有定期量腰围。成年男性的腰围如果大于90公分，女性在80公分以上就要当心。由于腹部肥胖，可能是内脏脂肪囤积，容易引起体内慢性发炎反应，进而出现代谢症候群。每增加1公分的这个腰围，其实会增加 2%的心血管的风险。除了代谢病症候群之外，三高、心血管疾病，那甚至呢失智症，还有某一些癌症的风险也会增加。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搭配一些有氧运动跟所谓的无氧运动，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肌力还有包括我们的心肺功能都能够获得一些训练。 医师建议运动持续20分钟以上，燃烧脂肪的效果更好。在饮食方面，少淀粉，多补充蛋白质及蔬果，才能掌握健康与优质生活。大爱新闻蔡佩莹、邓英中、李明华台北报道。